我正在做柴火饭，第一次尝试。柴火饭，这是米汤，看看有没有锅巴。刚刚看到旁边有一点点了。哎，那同学，尝一口吧。嗯，好。哎呀，哎呀，你看，就不成块，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把米汤沥得太干净了？锅巴饭没有太成功，但是这个土豆的确是成功了。这就跟我跟你练乒乓球一样，陪你练乒乓球，把我自己练上去了，是吧？不承认吧？嗯，看这个土豆多好吃。嗯，柴火饭也还行。还没达到我那底下嘎嘣脆的要求。嗯。